NBA 台裔之星林书豪在2010年进入 NBA， 掀起一阵林来疯狂潮。当时林书豪身边的小跟班弟弟林书伟还是个刚从高中毕业的大男孩，如今一晃8年，林书伟从当年的小跟班已成为 SBL 富邦勇士的门面球星。26岁的林书伟是在2015年大学毕业后，以华裔条款身份加盟 SBL。新秀年就以平均12.1分、4.4助攻、4.1篮板，成为第一位同季拿下年度新秀与最佳五人的菜鸟。过去2季站稳球队主力地位，本季再上层楼，平均15.1分、4.9助攻、1.8超截，都缔造生涯最佳纪录。去年总冠军赛，林书豪曾返台替弟弟加油，并抱不平说：“有人看不起我弟弟，认为他很瘦小。我弟弟很努力，他打得很好。”林书伟很争气，这几年靠着自己的努力，已成为 SBL 独当一面球星，打出自己的品牌。体育中心蔡玉龙综合报道。